苏菲的视角来给《甄嬛传》，你就会发现啊，这宫里的人都管不好自己的精神状态。那每天的精神状态比 like， 今天没人爱我，我就要让别人狗带。大家好，我是苏北少啊。这宫里看起来是皇上小主相亲相爱，其实是一年一度宫斗大赛。有一说二，在这个紫禁城里，不仅所有的小主娘娘都在争皇上的爱，就连皇上自己也是久旱盼甘霖，还是四夜想梦寐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咱这皇上先是大年夜不看表演，自己去打野，不知怎么着在野梅园中跟一个陌生女子对视，还对上了眼。刚对上眼了没两天，又在暴雨中约会，冒雨在杏花树下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女子。这两件事，两个女子一前一后接踵而至。你说咱这皇上怎么能又充满了事业心，又是个十足的恋爱脑？到了晚上，那不仅是侄子一波一波的劈身边的女人，还只多不少。我在旁边看着，这感觉怎么说呢？就感觉皇上每次去求神拜佛的时候，求的都是希望我能考博上岸，雅思过关，北京有房，还能找到一个身高1.65米，肤白貌美，长得像纯元，还死心塌地只爱我一个人的大长腿。咱先不说这个愿望的可行性，咱就说这个精神状态，它正常吗？那佛祖要能开口说话，也得对你当面一顿骂。你也说有没有可能，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菩萨，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那真是去佛祖家拜年都不敢提这么多要求。该说不说，我打小就跟着皇帝，在这紫禁城也混了几十年了，知道这紫禁城城里人的精神状态也是各有各的古怪。但我真是没想到，有些人这个恩将仇报也是仇报的这么快。那个隐秘园的小宫女被我找到，送到皇上面前跟皇上谈恋爱。你说我也不求你如何报答吧，你让我徒弟跪在那剥核桃，剥得满手是血，跪子还不让起来，这到底是什么魔法失灵了？只要是女子变成了小主娘娘，就得背头到老是吧？我之前看你个隐秘园当宫女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嚣张啊。我进来粗粗扫了一下现场的画面，解决方案就已经了然心间。我当时就佯装数落我徒弟，其实说给皇上听。你这个糊涂东西！皇上想骂了，我先替他骂了。禁锢这个皇上剥核桃了。皇上他没喊你起床，是因为有人让他跪在这剥核桃，连请皇上起身的时辰都给忘了。啊，瞧你这一手的血！皇上，我徒弟徒手给你剥核桃，剥的一手是血都没有停啊，可重心了。这会儿怎么当差事啊？皇上，你看那一手是血，暂时也做不了什么差事了，不如让他下去吧。行了。别播了，下去吧。这事儿刚过去没两天，皇帝的恋爱脑又再次打败了事业心，占领高地。但这回啊，来的不是什么隐秘园小宫女啊，来的是一个会吹箫的大暴雨。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就那两天，皇上不坐轿子，不摆排场，要自己密会家人。见了面之后呢，就把宫里所有会吹箫的，包括十七爷都找了过来，整宿整宿的听。这事儿吧，本来就已经够诡异的，没想到在我探口风的时候，皇上还跟我来了句，他说呀，现在有一个女子吹箫啊，吹得跟纯元一样好听。完了，他 barbecue 了，他这又陷入爱河了。那两天吧，我都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去接受他恋爱脑的精神状态。可我是万万没想到啊，他竟然在暴雨天要去御花园看秋千。而且我都跟他说了，我来看过一次了啊，秋千这儿没人。他不相信，非得打着伞过来再看一遍。又来这死出是吧？年年爱人年年变。我就跟着皇帝看看最后到底谁能留在他心里面。但这回吧，跟皇上谈恋爱那个晚贵人还真的有点东西，他不仅呢会吹箫下大暴雨，还让六宫粉黛无颜色，让皇上只娶她一瓢饮。但这宫里的女子哪个好相与？她刚在皇上那连宠七天，获得了一个快乐黄金周，这丽嫔呢就去太后那告状，说晚贵人专宠多日，也忒不是个东西。该说不说，那天下午我跟皇上见太后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回事儿。那是进到太后的宫里，被太后阴阳怪气的骂了一顿晦气。太后先说一见十七爷就非常生气。因为十七爷的生母淑妃专宠多年，他一想起淑妃就还有怨气。这话就是一边在点皇上，一边在说晚贵人不规矩。给他说不说，没当过几十年的太后，他还想不出来这么个遣词造句。皇上听到这里就明白了个大概，还想调和晚贵人跟太后的关系，让晚贵人过来让太后瞧瞧。可太后却不想见晚贵人，借口说晚贵人位分低。这条聊的岂不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后来皇上也没说什么，请个安就走了。刚出了门口，没有一时三刻，皇上就直接问了。这两日皇额娘身子不好，华妃来探望过吗？皇上在问是不是华妃向太后打了小报告。华妃娘娘协理六宫不得空。不是华妃娘娘打了小报告，起早皇后娘娘来看了太后，侍奉了汤药就走了。也不是皇后娘娘打的小报告，倒是昨儿丽嫔娘娘来过了。完了，找到人了，是丽嫔打的小报告，陪太后还唠了好一会儿嗑呢，还跟太后说了不少婉贵人的黑料。丽嫔，我得同时跟皇帝拿小本本记起来，拉黑丽嫔。
就那天晚上翻牌子的时候吧，皇上凝视着这么多牌子，久久不肯吭声。我知道他是瞅着丽嫔的牌子不顺心，那俩眼珠子刷刷刷的快瞪出火来了。我想着咱们这职业不就是为皇帝排忧解难的吗？我都知道皇帝想拉黑他的，我就直接上手把他拉黑了。我就随便找了个理由，说他牌子落灰了，让拿回去重新做做，这两天就别送过来了。这个借口很敷衍，但是皇帝很喜欢，因为此时此刻让丽嫔下台就是皇帝最想做的。然后啊，咱们这个暂时恋爱脑皇帝就去摸了摸婉贵人的牌子，然后选了婉贵人旁边的齐妃娘娘。恐怕齐妃娘娘这辈子都想不到她会被重选，是因为站在了婉贵人的牌子旁边。看来咱们这个皇上对这个婉贵人还真的不一般。可在婉贵人宫里，我却发现了，自打她进宫，我见她第一面就喜欢她的那个宫女。哎，我忘了，现在是新帝登基，她也已不再是小宫女，她是锦汐姑姑，是我一直放在心底的秘密。笑得越真，杀得越狠。这视角一转，剧就变成了反派男主卧薪尝胆，谁若惹我，我判他死缓。大家好，我是苏培盛，我是这紫禁城里最下等的奴才，但心里也存着在意的人和真爱。从业30余年，没人能在我的话里找到破绽，就连皇帝我也能玩得团团转，但有个唱小曲儿的却总是看不明白的，非要给我对着干。这事儿吧，还得从那个长得像纯元的说起。本来选秀那天，我知道有个女子长得像纯元，我就约摸着宫里要起一波腥风血雨，刀斧漫天。可我是万万没想到，这女子进宫后半年没成宠，又让皇帝发现她吹的也像纯元。她呢，不仅跟皇上在御花园来了一波回忆杀，还跟皇上一边吹箫一边说悄悄话。那你可真是把纯元的红蓝 buff 踩在脚底下。我看也别封为婉贵人了，直接叫真 buff 实名开挂。本来事情到这儿实属也没什么好惊讶，无非就是你爱我来，我爱他。这种小剧场我从业30余年也看得太多，无关痛痒就随皇上的便吧。可就在前两天，真 buff 突然过来跟皇上说除夕那天晚上呀，跟皇上对诗的人是他，不是那个唱小曲的。皇上那是一腔爱恨睡错的人。哇，在那门槛呢，听的那是汗毛直立。幸亏我当时说话的时候多了个心思，不然这事儿我还得担责任。哇，当时把人送给皇上的时候，我说：皇上，您吩咐奴才办的事儿，奴才已经尽力去办了，但是后面的话我就没有说出口。咱先来个负荆请罪，皇上您喜欢玩的感情游戏我琢磨不透。若真要责怪奴才，也请先喝口茶吧。你也注意啊，咱从头到尾都没说过这个女子是谁，是皇上自己喝茶的时候又跟她对了诗，又跟她说了话，是皇上自己觉得她是除夕夜的女子，我可没有说啥。但这女子拿着假彩票兑奖，还让皇帝睡错了人，这事儿皇上能忍吗？皇上肯定不能忍呀，整个就是一雷霆大怒。那从来都是他白嫖别人，这是他第一次被别人白嫖了，他受得了吗？直接就把那唱小曲的给刺自尽了。这事儿从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我都站在门槛那听着呢。这整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告诉我们白嫖需谨慎，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复仇的时间到了。这唱小曲的一开始就职业歧视，不把我们当人看，还糟践我徒弟。今天更是玩了个冒名顶替，我要不是那天找他来侍奉皇上的时候我多了个心思，我现在就得跟他一起死。你敢在皇上面前把俄罗斯套娃成为替身纯元，替身的替身是吧？但赐死于是那一天出现了一点小问题，他砸了药酒，撕了白绫，说什么都不肯死，还说要继续唱曲给皇上听。这种事情我30多年来见的太多了，但我一定要把他的死做得正大光明。就在这个时候，门打开了，进来了一位安答应。这答应我有印象，就是皇上招他侍寝的时候他不答应，又被皇上送回去的那一位了。可这位不答应进来就开始教我做事了，他像外行指导内行一样的引导我。他问我，昔日殉葬的嫔妃若不肯救死我，应该如何？应该如何还用你说？不过这位不答应来也省了我太多的事情，我可以借着不答应的口风让这位于氏死的正大光明，正当途径。想在宫里混下去，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把自己当机器，上面有命令，下面在执行，让自己身边永远有一个背锅的站在那里。拿到了不答应的投胎许可证之后，我们就要对于氏走正当途径。这时候我徒弟早就憋不住了，那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我就说刚刚师父让你忍，那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于氏的死亡证明也开出来了，他在宫里也是欺君罔上，害人性命，你就别手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小瞎子，在之前师父让你忍，这会儿别忍了。
我徒弟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麻绳，结束了他的性命。可我出门之后却思绪不停，这宫里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我有一个心中要紧的人，也在这些老树之间艰难求生。他是真 buff 宫里的管事姑姑。前两天真 buff 过来告状的时候，他先打了前站过来铺垫。他铺垫完刚走出店门，我就赶紧走过去想给他打个照面。没想到我一问人家怎么进去这么久啊，人家还真跟我唠上了。人家说人家笨嘴拙舌，说不清楚。哎呀，你还说不清楚呢，你是我见过最聪明、最善良、最贤惠、最集世间美好于一身的女子。可我说完人家笑笑没说话。那我就得继续说呀，我不能刚一见面说两句就让人家走了。我就把他的台词都说了，我说又得说了让皇上心动，又让皇上爱怜，是吧？好嘛，我说完人家又没说话。人家来个多谢公公指点。指点啥呀，跟我客气跟我客气了是不是？我看他又不说话了，我就问他，我说那皇上怎么说呀？然后人家还是惜字如金的，人家说还能怎么说呀，剩下的就劳烦我了。行啊，你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山不转水转，他不转我转。也就是因为这么个人，我对碎玉轩特别的上心。虽然说碎玉轩那位小主身上有红蓝 buff 是个真 buff， 但该提点的事情还是得让他知道，感受到了危险就得给他发信号。于是我就让小夏子去了趟碎玉轩，就在那天晚上让他完完整整仔仔细细的给那些小主还有我的锦溪讲一遍，那位跟他们走得近的不答应下午去冷宫到底做了什么，又是怎么的结束了这一切。放心，是啊，可不是小主让安答应来的吗？还是安答应说左右是个死，才让奴才勒死了算盘。之前吧是一个人混在养心殿，一人吃饱全家安全，现在我的锦溪也因为工作原因搅在后宫里面，不管他对我有没有心思，该为他想的还是应该考虑周全。该说不说，这唱曲的于氏一死，一年一度宫斗大赛的第一个节目也表演完毕。转眼到了夏天，这五颜六色的嫔妃都要跟皇帝睡到圆明园去。可在一个皇上龙颜大悦的晚上，我闻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即将上场。那天晚上曹贵人设宴说沈贵人怀孕了，你也不用管中间这些妃子崽子和皇嗣，您就单听七妃娘娘这句话，她说贤良淑德，曹琴莫说，曹贵人真是贤良淑德啊。听完这句话我猛地就抬起了头，曹琴莫能在华妃手下生下公主，还能跟她相亲相爱，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命在她手上过得不明不白。曹琴莫要是贤良淑德，那量子纠缠就得发生在东汉三国。但此时所有人都没明白一个巨大的危险正在靠过。能不能都别送了啊，搁这葫芦娃救爷爷呢？别人家斗起来那叫中门对狙，我们家斗起来那是主要靠我站在勤政殿外守门员防御。大家好，我是守门员，不是，大家好，我是苏培盛。自从皇上搬到圆明园，我的工作场地也从养心殿搬到了勤政殿的外面。但这不搬不知道，一搬真是跟我吓一跳。他们仨这后宫 SH 的骚操作那是一套一套，我看他们仨摆明了就是不想成团出道，而是给我来个塌房警告。事情是这样事儿，本来那天温宜小公主周岁，大家玩的都挺开心，不答应唱了歌，惠贵人弹了琴，真 buff 跳了舞。有一说二，这真 buff 还真是叠 buff， 他现在不仅长得像纯元，吹得像纯元，能念着纯元的诗，还能跳着纯元的舞。可就在他们仨成为后宫 super star 没两天，不答应的父亲就出了事。本来不答应的父亲出了事也不是什么大事，反正不答应在皇上的心里就等于不认识。可就在皇上为不答应父亲勃然大怒的那一天，我在勤政殿外面竟然看见了赶过来求情的惠贵人。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要干啥，聊了两句才发现他是来求情的，当时我的血压都上来了。这要是别人咱提醒两句意思意思就算了，可这个惠贵人是跟真 buff 我的锦溪绑在一起的后宫 SHE。 我当时看着四下无人，我真是得跟他多说几句。我就先跟他说，皇上最不喜欢的就是后宫干政，再说了这粮草是御女年羹尧让他出去打仗的，那不答应他爸可好，年羹尧在前面打仗，他在后面断他口粮。你也说你这一开口是不是就把华妃也给得罪了。可我这边这话还没落音呢，惠贵人接着就跟我说，他说能救人的时候他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要一封家书回去给他爹写信，让他爹处理这个事情。我听完我就想找降压药，可是我没找到。他爹几周协领确实能够暗箱操作这个案子，但关键的问题是他爹就相当于考场的监考老师，现在你要一封家书回去让监考老师帮助学生作弊，还要瞒过皇上这个教育局。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在乎的人了是吗？我要是你爹我就得问一句，难道
没人为我发声吗？就你这么个操作，一封家书回去帮他作弊，首先有可能沈大人没了，非死不可。其次，要是华妃知道你暗箱操作，那不答应的父亲也非死不可。最后，皇上为这事儿发的可是雷霆之怒，摔碟子砸碗，桌面清理大师那种。您自要是趟了这趟浑水，您这眼看就协理六宫的权利也非死不可。我真是很久没有跟小主说过这么多话，这些小姑娘们平时唱跳弹琴都看着挺机灵的，她怎么一到事儿上脑子就不转弯呢？就不像我们家锦汐，如果我们家锦汐处理这个事儿，一定能处理的不着痕迹。这件事儿本来就是一个清者自清的局，她不仅不应该让自己父亲去帮着作弊，甚至应该去撇清关系，秉公处理。不过好在惠贵人是一个听劝的闺女，站那劝了半天，是终于给她就劝了回去。可这件事儿刚消停没两天，惠贵人因为假孕装宠的事情降维的答应。就在这个时候，我又在勤政殿门口见到了前来求情的甄霸，而且还是那种怎么劝都劝不走，非要在门口等着的那一种。挽救又开始了是不是？这里是勤政殿，里面全是高压线，你们能不能想清楚再过来跟皇上见面？而且这次的环境有些复杂，勤政殿外面是我和甄霸，勤政殿里面是华妃、曹贵人、皇上和温宜小公主。那里面现在的画面就是曹贵人抱着小公主在逗皇上开心，华妃念着年羹尧从西北寄过来的信。像这种情况，我就不能像上次那样站在大门口一点一点的给他分析利弊，我就只能拐弯抹角的说，但求他能听得进去。我先说，您请回吧，西北战事正吃紧呢。西北战事正吃紧，皇上重用年羹尧，连带着华妃在宫里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皇上这两日除了上朝就是在勤政殿里边，皇上这两日除了上朝就是躲在勤政殿里面，要不就是看折子，要不然就是见大臣，要不就是假装看折子，要不就是假装见大臣，实在是没空见您了，实在是不想见您了。多谢苏公公提醒，我再等等。哎，完了 QQ 了，我感觉他没有听懂。奴才知道小主是为沈答应的事着急，奴才知道你是想为沈答应的事情求情，可您不能不顾自个的身子呀，可您不能把自个儿也折进去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我说完，他对着我那么微微一笑，我就知道这娃子是有情有义，要为了姐妹情在外面站得天荒地老。说了半天他还是执意如此，我能怎么办？我只能看在我们家锦汐的份上给他递上一把伞。有时候这宫里小主跟管事姑姑的关系就像女明星与经纪人，那女明星要是塌房了，我们家崔经济也是难以脱身。可就在这个时候，甄 buff 刚把我的伞撑起来，华妃娘娘就从殿里面走出来。华妃娘娘因为她哥年羹尧现在已是宫中顶流，这个时候遇上甄 buff， 她肯定得拉踩两句，努力让她抬不起头。我就站在后面听，他们就在前面聊。那甄 buff 看见华妃出来，还问她：“皇上不是一直在忙于政事吗？”该说不说，我见过往枪口上撞的，没见过直接用头把枪眼堵上的。那华妃一听这么好的机会，那自然是开始显摆，先说西北战事未平，皇上关心家。又说家兄寄来了信，我要在里面一一念给皇上听。这基本就是我刚刚说过的台词，甄 buff 又搁这听了一遍华妃版的。但好在甄 buff 的性格很不错，不管华妃在门口如何怼他，他都处变不惊。他心里此时只想救自己的梅姐姐，绝不允许自己行差踏错。于是我眼瞧着他挨了华妃的一顿怼，还问我能不能再进去通传一遍。我当时犹豫了一下就转头进去了，毕竟这种有情有义的姑娘实在少见。可我进去刚说了一句万贵人还在外面候着呢，皇上还没有说话，那个曹琴墨就在旁边扇阴风点鬼火，说什么皇上快让婉贵人进来吧，他挂心着沈答应，不拉不拉又说婉贵人若有什么不是，沈答应也不能放心，更不能安心进足思过了，不拉不拉不拉。这几句话此时此刻在皇帝耳朵里面就等于沈答应沈答应沈答应进足思过，不拉不拉不拉。这曹琴墨什么时候能像他的琴艺一样是个哑巴？可是没办法，皇上当时就已经听恼了，他根本就不接我的话，继续让曹琴墨给公主唱儿歌。一般这个时候就代表皇上想静静，他什么都不想说。得了这个信号，我就赶快出门给甄 buff 说。我这回再说的时候就没有用什么隐喻比喻长难句，我就直接说，皇上这会儿不愿意听你说，也不想想沈答应的事情，咱这边呢就真诚建议您先回宫去，你要是一直在这儿杵着就是跟皇上过不去。这次我说得很明白，甄 buff 看了这么个情况也是一个听劝的姑娘。说完之后，人家小姑娘给我道了一声谢就走了。她走了之后，我在后面打眼瞧着。前两天这仨姐妹还是后宫的 SHE， 现在三个里面塌房了一个沈眉庄，不答应也没什么人气，只剩这么一个甄 buff 还屹立在这里，恐怕这姑娘以后的日子也是腥风血雨。有仇他是真报，有刀他是真补，他是杀人不见血，枕边风一紧。
非要有着苏北胜，在这个宫里有两个人不能惹，一个是皇帝，一个是我。不能惹皇帝很简单，是因为他掌握生杀大权；不能惹我，是因为我掌握生杀大权皇帝的耳朵。可说来也怪，这么简单的道理总有人想不明白。就比如媚嫔哥贵，但 CPU 却实在不够烧的华妃娘娘，可每天都想点燃皇帝奉献自己的年羹尧小炮仗。这兄妹俩，一个在后宫对我的锦汐替母穷追猛打，一个在前朝对我的自尊无情践踏。在后宫 CPU 紧张的华妃娘娘，先是栽赃陷害真 buff 毒害公主恶意争宠，又是大晚上想把自己的寝宫装扮成 KTV。 那天晚上因为她一句话不答应了真 buff 和我的锦汐，就立马立的报设备过来，当起了她寝宫里的深夜影音小卡拉咪。哎，对的，当天晚上的不答应在前段时间已经答应了皇帝能侍寝，被皇帝升级成了不常在。要不你说这不常在的侍寝不可能成为常态，你看这名字里面就透着古怪。可说归说，闹归闹，你敢拿我的锦汐的锦汐 team 开玩笑，那我就得让你知道什么叫没有一个口误是意外，全部都是精心安排。那天曹贵人拨了一盘帘子过来，说毒害公主的事情都是华妃干的，与她无关。她作为温宜小公主的亲娘，当然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皇帝当时没特意说什么，只是让她把温宜抱回自己的宫里养。我一看这是机会正好，转脸就去皇帝面前补刀。进门我就说，皇上，奴才看曹贵人挺开心的，看似是报喜，其实是通过曹贵人挑起毒害公主的话题。怎么倒是皇上您有点不太高兴呢？明知故问，就看皇帝愿不愿意顺着我的问题往下问。你看见曹贵人去接文艺公主时是什么样子？他问了我们再继续说，该我上场表演了。哎呦，高兴的就差点没飞起来了，直奔华妃娘娘那儿去了。皇上此时最不想听见的就是华妃娘娘和孩子，可我就是要在此时疯狂 Q 这几个关键词，告诉皇上华妃恶意争宠谋害皇嗣。反正谋害皇嗣的又不是我，我只是在皇上面前不小心的口误的那么多说了两个字。哟，奴才说错话了，奴才该死。说错话了自然要向皇帝真诚的道歉，可就算我的刀捅进去了再拔出来，皇帝身上也多了一个叫华妃娘娘的窟窿眼。你说的是实话，朕也没看错，就因为如此朕才觉得寒心。皇上能听明白我真的很开心，要是能有俩硬币我会更努力。后面一连好几天后宫的人皇上是一个不见，直到年羹尧的请案折子送到皇上面前。要不怎么说谁是皇上谁闹心，你说这么多女人凑在后宫里面，想见的不能见，不想见的那位你少看他一眼，他跟他哥都得闹翻天。很快年羹尧就回来翻天，不是，很快年羹尧就回来说西北大捷。年羹尧还朝请案的那一天，皇上特意设宴，说是让年氏兄妹二人吃个便饭再见个面。那天我是恭恭敬敬的把他妹妹请到养心殿，又妥妥帖帖的安排好年大将军的坐席，给足了他面。可就在我本本分分的站在皇帝旁边，就听见了一句，那就有劳苏公公。这货是想让我给他夹菜，他真是活了这么大都没有活明白。你也猜我为什么站在皇帝的身边而不是站在你窗前？那是因为我跟着皇帝几十年，只有坐在龙椅上的人才能驱使我。当时我就看向了皇帝，毕竟只有他才能对我发号施令。可当时皇上看了我一眼，一抬手我就知道皇上的意思是让我去，去就去，咱挂上标准的微笑服务的格调，绝不能在这关键时候让年羹尧感到我的情绪有些微妙。那天吃晚饭出了门，送着兄妹俩走的时候，我还是本本分分，可这年羹尧是眼高于顶，我对他礼礼貌貌，他对我是不拿正眼瞧，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他。就他刚刚跟皇上吃饭的时候操作的那一套，我估计阎王都留不住他睡午觉。就刚吃饭，他先让我给他夹了菜，又在皇帝没吃饭的时候动了筷，最后皇上给他客气客气，他还跟皇上称兄道弟，说一家子吃饭真是和气。你也说怎么每个人从外面看起来都是一个头俩胳膊，但年羹尧看起来就是一头二臂，他就像那个想自我毁灭的小炮仗，在皇帝的雷区他是精准蹦迪。那天的事情还没完，当天吃了饭，皇上又准他先送华妃娘娘回宫。可等他送完华妃娘娘回到宫中，皇上赐座他是真坐，可我给他上茶他是一口没喝。能让我端茶送水的人不多，我亲自给你上茶你还一脸嫌弃，好像这碗茶我喝过又吐进去了似的。咱先不管皇帝被摆了这么一套之后他会怎么想，咱就是说谁要是看低我们，觉得我们下贱，我们就让他睡在下面。可今天这是我第三次跟年大将军打交道，他又是搞为难我的那一套。人都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你是骑在我脖子上你来回变换。那天年羹尧来找皇帝，我都跟他说了皇帝正在跟十七爷下棋，他对我的态度还是眼皮子天上翻，看不见我也看不见我的请安。人家站在门口直接目视前方的给我来了一个我就站在这儿等，说你是一头二臂，你还真扎着个膀子，你站在这里，你站的位置是养心殿，只有皇帝才能站正中间，不管您是将军还是大臣您都得稍稍往旁边。
间，可他对我根本就没有正眼看，他就是要往那中间站。行，刚来就给我出思考题，问我怎么办是吧？我当时就让小夏子搬了张椅子过来，面带微笑的请他坐。可他不看我也不理我，非要我把这椅子移到中间位置，他才肯坐。这么喜欢中轴线，也不知道你的坟圈圆不圆。一盏茶的功夫过去，果郡王从里面出来了。可这年羹尧可真是个大炮仗，逮着谁都得咣咣两响。他见人家果郡王出来，屁股落在椅子上不肯请安，还说是在西北打仗落的工伤，有足迹请果郡王见谅。当时我就站在他俩后方，所有事情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并写在了本子上。那天年羹尧走了之后，我就火速进入养心殿收拾茶碗。就在我收拾空档，皇上问我年羹尧出去的时候神色如何。我说大将军出去的时候比来时更高兴，这是告诉皇帝年羹尧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我又说皇上召见他能不得意吗？这句话的重点在后面得意两个字，因为皇帝召见他，他才得意，这是托词。真正得意的原因是他办成了他想办的事。他是得意，很好。皇上听懂了我的言外之意，他很生气，表起了皇帝的怒气。我再说出我想补到的那一句，我就看似闲聊的说了句：“当年大将军来的时候吧，您和十七爷不在里面下棋吗？”于是呢，年大将军就在外面坐等了一会儿。他是坐等的。皇帝又问了，这刀我们还能继续补。我说他不仅坐下等，连十七爷来的时候他都没起身。幸好十七爷的性子是最和缓不过，也没跟他计较。年羹尧现在不得了，连十七爷都不放在眼里。不过话说回来，不过就算是年羹尧，我也敢补刀。大将军劳苦功高，大将军功高震主，有谁敢跟他计较？怕是就连皇帝您也不敢跟他计较。奴才失言。奴才故意失言。也是实话，未必是实。那是，我的口误都是技术，能让你在我的话里找到破绽，那我还怎么在这宫里吃这碗饭？在这个宫里，只有我是最懂皇帝的人，其他人都是清澈俺的愚蠢。大家好，我是苏培盛啊。那真有些姑娘永远都闹不明白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想在这个宫里活着，却不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那就像没拿魔杖单挑伏地魔，你是好吃好喝，你不想活。毕竟解析别人一句话只需要一个脑袋，但你解析皇帝一句话，你吸不好他摘你脑袋。那天真 buff 抓了刘本要治华妃的罪，那是人证物证挺齐全，只差皇帝一句话就能贬华妃下33重天。可真 buff 呀，他是只顾着自己的姐妹情和着急忙慌去计算谁是谁妃，他根本就没有顾虑到皇帝此时的心情，以及皇帝到底想不想治华妃的罪。也就是那天，我是站在门口突然被喊进去，进去的一瞬间我就开始疯狂解析皇帝到底想怎么做。去太医院传旨，江城江慎赐死。上来就赐死俩太医，皇上确实很生气。华妃赤夺封号，降为贵人。可皇上说完这一句，有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消息。这非静止的画面，站在我的对面就是皇上在思考要不要成为华妃的对立面。慢着，赤夺封号降为嫔。好了，皇帝思考完毕，答案就是他很生气，但不多。反正不管出于什么缘由，怎么说，他此时此刻并不想狠狠处罚华妃，让我们自己掂量掂量该怎么做。这点事儿我还能给您办不妥，我当时就给皇帝铺了个台阶，我就说，我说皇上呀，褫夺封号已是极大的羞辱，那远甚于降位的处分。这句话呢，就是给华妃求情。那毕竟这个养心殿里，此时能给华妃求情的只有我，你也总不能希望地上跪着的那位原告站起来说。说完之后吧，我还接了句，我说皇上您这么动气势，但皇上根本就没有听我在说什么。也不想提起华妃的过错。皇上是顾左右而言他，岔开话题的跟我说，先去贤福宫说朕负了沈贵人的位分。我寻思着，我刚刚也没提到沈贵人，更没提到沈贵人的位分，你看皇上逼得都开始战术逃避的，你给他提处分，他给你提位分，封号也如旧，好好给他治病要紧。皇上这句话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沈贵人的位分是要恢复的，那华妃的位分也是要保住的。你也看皇上性格，啥都要还都要两手抓，这都是之前让我给惯的，可我又能怎么办呢？现在真 buff 跪在这要说法，皇帝说什么也不能不处罚，那我只能现场给他修人工台阶，让他往下下。于是我就说，只是华妃娘娘降位的事儿，如今夜已深了。皇上你注意啊，对于华妃娘娘要降位的事儿，老奴要开始编了。若要让内务府再传旨，只怕和宫都会惊动了。皇上，我台阶都给你铺好了，咱就是说啊，传圣旨这件事是考功啊，9:55早晨9点到晚上5点可以传，5点之后夜深了就不能传了。就我突然想出来这么一个规定，皇上你懂我意思吧？那就明日传旨。得嘞，皇上懂我的意思了，我们俩这配合没得说。可磨了一会儿，皇上又说，先不要走漏了风声闹起来。
这咋还透齐呢？皇上又拖延时间，说明天再传圣旨，又跟我说不要走漏风声，免得闹起来。其实就是让我去走漏风声，让华妃娘娘闹起来。那别人的工作是翻译，看看主子有没有话里有话。哇，这工作快整成破译了，里面藏了个摩斯密码。这里面咋能还有地下任务呢？奴才知道。行吧，不用多说，我给你办妥。现在这三个人的养心殿只剩真 buff 一个人，还被蒙在鼓里面。但有些人有些话，我当着皇上，我是一点提示也不敢说。那天我走了之后，我还翻了翻我徒弟小夏子的公众号，那上面是写了一清二楚。我走了之后，皇上问真 buff 的第一句：嬛嬛，刘本的事不会是你有意安排的吧？什么？那罪是无情帝王家，谁信皇帝谁傻瓜。让皇帝怀疑你很易，让皇帝相信你很难。但说到小夏子的公众号，我突然想到可以让小夏子出去发信号。皇上不是想放出去点风声吗？那我徒弟这个大嘴巴就很适合当紫禁城里大八卦的小管家。我就跟我徒弟说，写八卦的时候当个标题党，别提具体的人名，别说华妃娘娘，你就说刘本要抓住了。只要说刘本抓住了，那风声自然会去到华妃娘娘的宫里的。也就在那天晚上，出去放风声的小夏子在咸福宫门口找到了一位幸运儿。这个幸运儿是不常在，自从这个不常在在皇帝身边不常在，他在皇宫里当街溜子就成为了常态。第二天早晨，皇上刚一起床就开始给我对暗号：有罪当罚，我可清楚，等一下就去翊坤宫传旨。这是皇上在跟我说有罪当罚，他都给华妃娘娘放海了，华妃娘娘也没想好对策，于是他决定还是让我去传旨吧，华妃娘娘这一罚怕是躲不过。可我刚走到门口，就看见华妃娘娘骑着俩太医进来，我就跟他说我着急去传旨啊，恐怕这会儿皇上也没时间见您。然后华妃就说：有没有功夫见是皇上的事儿，去不去禀报是你的事儿。行，昨天晚上打麻将养心殿三缺一，今天早上齐了是吧？这华妃娘娘要进养心殿，战局只能是更激烈。因为我进门刚说了华妃两个字，真 buff 就白活了我一眼，那我就知道她的立场是想趁这个机会把华妃娘娘踩扁。于是我赶快改口叫年嫔。可我改了年嫔之后，皇上又不高兴，说我还没有去颁布旨意，不要年嫔的叫着。行，你们养心殿三代乙，三个是各自为主，考验我的工作能力。那皇上是向着华妃的，华妃是向着自己的。真 buff 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看清楚战局，还以为皇上是说到做到，秉公执法了，爱新觉罗大胖局。当然了，这件事情最后由华妃娘娘带着太医治好了十亿，完成了年氏家族的大团圆结局。那真 buff 只能怎么样呢？只能灰心丧气的回家去。其实他跟华妃这一局在一开始就是必败之局，因为他没明白皇帝脑壳里到底在想什么东西。不过在这养心殿里面呢，这黑白无常天天见，就算你工作的再好，也得习惯阴阳两界左右横翘。就比如今天皇上中午去华妃娘娘宫里吃了个饭，回来就问我是不是脑袋不想要了，不想干。你这个都太监的人头还要不要？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冷静，首先我们没有惹到皇帝，其次能让皇帝发这么大火也多半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们只要做到一磕头二认错三顶锅就可以。然后我还问了问皇帝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皇帝说是因为这宫里面有人跟外头互通消息，而我却猛然不知，所以他这么生气。啊，你注意啊，皇上此时说这个互通消息是指的华妃娘娘跟年的将军，因为今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华妃娘娘刚说要封赏年羹尧的儿子，中午的时候年羹尧就把要封赏有功之臣的折子都递上来了，那就是他妹妹在宫里点事，他哥哥在外面主攻，你们兄妹二人这配合的让皇帝觉得他像一个傻子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这个事儿咱能管吗？咱不能管。我要是能管着年羹尧跟年世兰能不能互通消息，那我估计在皇帝旁边也活不了多久，该给自己准备葬礼。和朕一样都是个糊涂人，这句话就说得很清晰，皇帝看似在骂我，其实就是在骂自己。但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糊涂我清楚。可不管我们看明白了多少都不能显露，依旧磕头认罪，说自己错了离谱，希望皇帝能够高抬贵手。在皇帝身边做思考题，你就得知道什么东西能解析，什么东西不能破译。未谈恋爱不吃苦，我是连夜长出一身反骨。恭贺娘娘，心愿必可达成。大家好，我是苏培盛啊。像这种聚在一起卖皇帝的事情，说实话我从来没做过，但它也不影响我为了锦汐突然想做做。那毕竟生命诚可贵，老婆价更高，若为锦汐故皇帝皆可抛。说起皇帝，他拥有我最想要的东西，但他却对这东西肆意挥霍，并不珍惜。践踏别人真心的人没有好结局，若是我能有一段两厢情好的夫妻情谊，别说是卖皇帝，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给他打折半价卖出去。
在这宫里打工几十年，我见过哭着不愿就死，死前非要皇上的圣旨的，我也见过荣宠多年，一朝家破人亡，最终撞柱而死的，我更见过浑身点满成员 buff， 本想决战紫禁之巅，却毁在了一句除却巫山飞云也，一句婉婉泪轻伤了他许多年，他是自请甘露寺修行，与皇帝再也不见。在这个宫里，我见过太多事，太多人，也见过太多的人变成亡魂。于我而言，宫内斗争我可以视而不见，荣华富贵我也早已握在手边，现在想起我有多年前的小宫女让我留恋，我曾在考场背着皇帝这个监考老师偷偷给他传答案。皇上知道是十七爷救了小主回来的吗？知道。也曾顶着舆论的压力给他家一人说好话，希望皇上不要再继续挂黑他。其实皇上早知道婉嫔娘娘病着，自然奴才知道皇上忙，还在皇上休息的课间十分钟时，见缝插针的去找他说话。这件你可搞定了，各位记住罢了。可就是这样一位小姑娘，人家从始至终都没有接我话，也不想来我家，咱也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情况，也从来不去为难她。可今天我突然发现她来到我的家，该说不说，我在宫外面的这个四宅知道的人不多，特别是在那个紫禁城的工作群，知道的也就是小夏子和她。我直接让她喝我的茶，还说自个儿家里别那么生分，就叫我的女儿吧，裴胜。这句话听了之后，那真是如听仙乐耳暂明。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满心满眼的都是锦溪一闪一闪亮晶晶。傻乐了一下，才突然想起，就赶紧让人家坐下。可锦溪也不坐，说我这宅子装的不错。该说不说，我这宅子是不错。可这么大的宅子住起来只有我。啊，这么多年也都惯了。啊，你看刚才我又说错话，人家小姑娘摆明了就是不愿意，我刚说那种话让人家现在没法答，但我刚才确实没那个意思，我就是陈述事实，就说咱这个房子大，我刚找补了一句，我说我自己搁这住都住习惯了，你说她不会生气吧？我现在才来说要陪你。陪谁？有些晚了。这幸福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这甜甜的恋爱终于轮到我了。这种事儿吧，之前我不是没问过，这种话题呢我也不是没说过，但人家小姑娘对我是真没有那个意思，我也不好舔这个老脸一直在人家身边霍霍。可今天她来找我，不仅说要跟我一起住，还放低姿态捏肩捶腿，说是谁的人终归会走到一路。可当我幸福的多巴胺刚刚冲破天灵盖直逼大气层，锦溪突然就说了句，只是可怜的婉嫔。啊，你等一下，咱俩之间为啥有个婉嫔？他又跟我说可怜婉嫔从此孤身一人无人照顾，他实在不忍心。不是，这要不你先起来，这甜甜的恋爱突然甜不起来。就其实你找我就是说那个皇上跟婉嫔是不是？你可有把握？哦，明白了，就你跟我在一块就是其实上了个恋综，就谈恋爱其实带任务的是吧？若是婉嫔还有机会，岂不是也能两全其美，各不辜负了？这句话一说，我是彻底听明白了，不仅跟锦溪上恋综是有任务的，就是你想跟人家这小姑娘上恋爱综艺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呢就是忽悠皇帝把真 buff 接回宫。一时之间突然有两个选项摆在我的面前，一个选项是选锦溪，一个选项是卖皇帝，但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像我这种成年人当然是全都要，我既要选锦溪又要卖皇帝，当然最好还能有两个硬币。去凌云峰见完了真 buff， 很快就来到了卖皇帝的日期，当天我还找了几个现场外援，有真 buff 的好闺蜜慧嫔，还有真 buff 的亲生女儿龙月。虽然他们两个人过来是友情出演，但是演起皇帝来，慧嫔可是不遗余力。当天我们这三人小队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皇帝卖到凌云峰去。皇上，您瞧这天气多好，连慧嫔娘娘都带着小公主出来踏个春了。一镜一次场景布置完毕，由龙月公主和宫女在皇上必经之路上开心跑跳为主题，挡住皇上的去路让他停下。接着由我引出天气好可踏春的话题。对啊。再过几日就是2月2龙抬头的日子了。皇帝接了我们踏春话题说下去，说到了2月2龙抬头，那我自然是要补一句，龙抬头既要踏春还要祈福敬香，还故意问皇帝要不要去每年都去的宝华殿祈福，这就把踏春祈福敬香的话题往地理位置上引。皇帝说年年都在宝华殿，他自是不想去。很好，既然你也不想去宝华殿，那我们就有其他的地方安排你去。就在这个时候，由我再给皇上提供一个错误地点，皇上说不想去宝华殿，因为没意思，所以想在
在养心殿看折子，我就跟他说龙抬头是个大日子，不如你去花神庙挤挤热闹。我还故意跟他说，去年那庙我就去过，那是挤得满身是汗，还差点把脚趾头也挤掉。那皇上自是不能去这么乱的地方，他就跟我说他不想凑这个热闹。就在这个时候，在我已经抛出两个错误地名的当口，由惠嫔娘娘将真实地名报出。臣妾倒是记得小时候去凌云峰赏春，风景秀美，再去甘露寺烧香祈福。可皇上一看甘露寺就像被人踩到了尾巴根儿，我就赶快给他铺台阶，拖住他的面子。那理由我都给他想充足了，我先说我知道甘露寺有您不想见的人，咱就是去上香绝对不去见他。第二，咱去上香也是为了太后娘娘的病情，皇上亲自为太后烧香祈福，更能显得皇上的孝心感天动地，也更有诚意。最后我再给皇上挖个坑，我说你看要时间早，咱们再去凌云峰踏春去，反正不会见甘露寺那个人。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此时此刻那个人就在凌云峰。皇上对不住了，我为了我甜甜的恋爱和即将要开始录制的恋综，我必须得遵守跟锦汐的约定，把你卖到凌云峰。我跟我老婆站一边，谁让我老婆谁升天。只不过可又要听齐嫔在那嘀咕了。大家好，我是苏培盛啊。我谈个恋爱不容易，特别是人家小姑娘还根本就没把我装到心里去，我这恋爱谈的基本上属于合约恋情，还到期不续。那你说我不得趁着这点时间多多跟人家小姑娘增进感情，让人家觉得我这人确实靠谱，以后也能跟我过下去。可有些人就是见不得我谈恋爱，我那是万事俱备只羡东风，可他就是眼皮子浅，不想让熹妃回到宫中。那天我把皇帝卖到了凌云峰，那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皇帝这小子落地就问婉嫔如何如何，他连一口茶都来不及喝。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小子是蓄谋已久，还在宫里嘴硬了这么些年，说谁想婉嫔谁是狗，爱的时候你不大声说出口，以后有你哭的时候。可现在我对皇帝的恋情不感兴趣，他的恋情是支线太多，主线恋情是一个不说。可我今天的主线任务很简单，就是把皇帝卖到凌云峰，再让皇帝把真 buff 接回宫中。卖到凌云峰我已经做到，两人见面之后我还要故意口误试探一下皇上对这个真 buff 他到底是想不想要。怎么会知道莫愁失态？婉嫔还病着呢。我试探地提了一下婉嫔的封号，但皇上并没有纠正我，而是直接转移话题去关心真 buff 的病情以及在寺院过得好不好。这说明皇帝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小傲娇，他对这个婉嫔也是很想要。这一个口误试探出两下皆是有情的，剩下的事情我就放心了。但我是万万没想到他俩和好的速度这么快，那是拉着进度条直接跳。他俩和好之后，我本来还想跟着进屋伺候，关门的时候还是锦汐提醒我让我在外面守。要不你说我们家锦汐冰雪聪明，情志双高，那一身那是集世间所有美好。这一个动作我就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谁都不能说出口。站在门口我还特意提醒小夏子，今儿这事情谁说出去谁该死。我这徒弟看着很一般，但他中意中玩得非常赚，大多数时候他都能正确翻译我的题干。可就在我完成了主线任务也完成了支线任务，连真 buff 的爸爸我都吹了枕边风，让皇上安排真 buff 的爸爸从宁古塔接回京中。可就在这个时候，皇后突然跳出来作妖，她是一会儿去上香香上断了，一会儿搁御花园走路又崴到脚，那是整天在宫里释放那个不祥信号，就差把我不想婉嫔回宫写在脸上，一个劲儿在宫里闹。但皇后能在宫里反应这么大，八成就是知道了真 buff 怀孕了。真 buff 怀孕这个事儿是她偷偷跟我说的，我又偷偷告诉了皇上，皇上又偷偷安排了温太医安胎。看来呀，虽然我们这群人都在偷偷安排，但皇后想知道什么，她还是能够查出来。但你说皇上这个老旧机器，突然有了这个工作效率，有了这个孩子，对真 buff 来说那就是皇上送给他的一个回宫加速器。但这加速器还没工作两天，皇后是崴脚断香，卧床带伤，太后那边也是寿康宫着火，让人心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爱唱歌的突然说了句，现在宫里这么不吉利，不如请钦天监过来看看，看看宫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你是真的狗，钦天监也不是人。那老小子进来就说什么微月宴冲月，还说什么而其伟带小心，更指北方高处女子有孕。那你直接报甄嬛身份证得了呗。我在旁边听着，只觉得我第一次想谈个恋爱，你就给我设置这么多障碍。那皇上听完钦天监的胡说八道之后，直接跟我说暂缓真 buff 回宫。真 buff 这回要是不能回宫，那我跟锦汐的恋情估计也是转瞬成空。在这种时候，先要两个硬币不能坐以待毙。虽然现在真 buff 还不在宫里，但我们得帮他收集情报再传递消息，绝不能让皇后那个老匹夫占尽先机。于是我赶快把钦天监从中作梗的消息传给锦汐。苏培盛传来消息说，皇上顾忌微月宴冲月的天象，一时怕不能接娘娘回宫了。很快
太锦溪也告诉我，让我去找宫里真 buff 的闺蜜。要说起惠嫔娘娘，这人确实不错，上次还跟我友情出演，一起卖皇帝。这段时间我是任劳任怨，两头送信，就像一个情报发射机。也终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让我等到了皇上册封真 buff 回宫的消息。从册封纸依旧可以看出，皇帝精神状态正常，但不多。他是给真 buff 抬旗送皇子改年龄。如果说皇帝之前对真 buff 的宠爱是因为有纯元的 buff 在，那真 buff 现在的状态可以说是我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我不像纯元，我就是纯元。终日叠加 buff， 最终成了 buff。皇帝给真 buff 册封为熹妃之后，他已经成为了不用再叠加纯元 buff 也能宠冠六宫的所在。可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熹妃回宫之后，我刚跟锦熙过了两天安生日子，这感情刚开始培养，还没有培养上来，我们家锦熙的熹妃娘娘就被青苔鹅卵石划了脚，差点从轿子上摔下来。该说不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熹妃娘娘约等于我丈母娘，因为锦熙是熹妃娘娘宫里的人，熹妃娘娘不点头，谁来成全我跟锦熙的夫妻一场？行哦，现在人都挺张狂，还敢动我丈母娘。我转脸就把皇后窝里内斗的事情说给锦熙听。苏培盛说，姬嫔和安嫔现如今都是皇后身边的人，不过二人一直没和心不和。现在皇后窝里有两名得力干将，一个没头脑的齐嫔，一个不高兴的安陵容。这两人虽然不足为惧，但他要是惹我们，我们就让他销声匿迹。今儿个收到锦熙的消息，说动手之日就在今天，让我把枕边风吹上天。那次是一开始在养心殿我就开始铺垫。皇上，您喝碗莲子汤吧。曹贵人说莲子通莲子，皇上你好好想想，谁在给你怀孩子？熹妃可好些了吗？好了，话题打开，只要皇帝提到熹妃，我就有把握让他往熹妃的宫里来。不多时，我按照约定将皇帝带到熹妃的宫里。锦熙出门奉茶的时候还特意看了我一眼，这一眼我就知道他对我今天的表现很满意。老婆满意我就得继续做，该是我表演的时刻。于是我就特意提起，我说那个今天那个净室房皇上还没翻牌子呢。净室房的人刚才来问今晚是否还要翻牌子。这个时候我拿到的剧本就是皇上要留宿，我丈母娘不让，当熹妃娘娘让皇上去其他宫里住，这个时候就该我上场。果然熹妃娘娘跟本子上演的一模一样，当皇上说要宁嫔侍寝的时候，我就出来说了。只不过经过储秀宫的时候，可又要听齐嫔在那嘀咕了。好久没吹过这么多枕边风，果然把皇帝吹得很头痛。我和熹妃娘娘在这一人一句给齐嫔拱火，让皇上对齐嫔的不耐烦越来越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锦熙说过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分会场，是新贵人和佩儿的组合，在这个时候也一定会激得齐嫔过来请皇帝过去坐坐。果然不出一时三刻，我徒弟小夏子就进来说，说齐嫔身子有些不痛快，想请皇帝过去坐。皇帝心中本就存着我们刚拱的火，小夏子这么一说，皇上更不愿意去了。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让皇上去，因为储秀宫正在上演一场大戏。对喽，齐嫔这个状态非常棒，看来新贵人也已经 hold 住了分会场。现在整个场子里都是我们的人，就这么一副世界名画，全部都是 NPC， 只有皇帝和齐嫔两个玩家。我们进来之后，新贵人的台词也很专业，一看就是昨天晚上对着稿子念了很多遍。他先说齐嫔责打了宫女，以前伺候过熹妃娘娘，这就是把仇恨拉到皇帝身上。若因宫女犯事，你责打一个宫女不要紧，但你无端去责打一个朕很宠幸的女人的宫女，嘴里还骂骂咧咧暗怼永寿宫，那你就是不满皇上对熹妃娘娘的宠爱。后宫因妒生恨是大忌，齐嫔一张嘴也解释不过来。此时新贵人在根据演好的走位向皇上展示宫女的伤痕，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向皇上展示齐嫔这个一宫主位无德无能。精心布了这么大一个局，那天的结果自然是齐嫔降为贵人，闭门思过五指不得出宫。可皇后身上的爪牙一共有两个，一个没头脑，一个不高兴，现在没头脑已经被嘎了，还剩一个不高兴在外面逍遥快活。那天正好又遇上青天见过来汇报工作，但青天见的正式包样只剩一个副使来了。这个副使回禀皇上的时候啊，上来就说那个微月宴冲月已过了灵力之相啊，是一个祥和之气。我当时抬了一下眼思考他是哪里人，难道是自己人？然后这皇上就问他说，你说这微月宴已经不危险了，那为啥太后和皇后的病还是没好呢？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副使就开始拉正使下水了。他说呀，因为有危险皇上才会依赖青天见，所以正使故意不说，就像算命的一
直说你有大灾你才能花钱是一个道理。你这老小子可是真敢讲，一时分辨不出他是哪里人在这里放光芒。可他接着又说了一句话让我明白报仇的时候到了。他跟皇上说这宫里有一个不祥之人，且这个不祥之人呢住在御花园南角啊。是依照皇帝所说啊，御花园南角的宫殿有很多，就比如说景仁宫啊、永寿宫啊、延禧宫啊。可这些宫殿中间得罪过我的只有一个，那延禧宫中所住的安嫔在熹妃没回宫之前上来就让皇帝去查钦天监，搞个什么微月宴冲月不让熹妃回到宫里面。熹妃要是不能回宫，我跟锦汐就黄摊了。这个仇我可是一直记在小本本里面。这次这个钦天监就说呀，说这个不祥之人呢，说他的双亲姓中带木。皇上一听一时也想不起来，我就赶快自告奋勇站出来，我说这个我知道，安嫔的生母姓林，姓中带木，但这种送分题一定不是天上掉馅饼。我就仔细观察了下钦天监这个副使，又跟他在一起联合游说皇帝。他说星宿不利，恐生不祥，需在家静修几日。我说可不是嘛，你看皇后的病没好，是因为一直是安嫔侍奉在侧。皇上一听有点道理，直接把安嫔关在家里，不许她出去。这么一算，皇后底下两个人没头脑和不高兴，前两天才让没头脑降为贵人，在家关禁闭，今天又让不高兴在家静修，哪里也不能去。在这个宫里，熹妃娘娘现在可以说是随心所欲，就是不知道我这段时间的这个表现，丈母娘可还满意？优先保护我方锦汐。那锦汐那边，你放心。对啊，我的苏维盛，我想在宫里好好谈个恋爱，咋就那么难呢？你也说啊，我刚跟锦汐过两天好日子，就有人往你身上丢刀子。你们一个个是不是都反社会人格，见不得别人比你快乐？本来我只想站在旁边围观一下宫里的战局，好嘛，你直接惹了我家锦汐，那不好意思。谁都别走了，这把高端局该说不说。自从我跟我丈母娘联手，不是，自从我跟熹妃娘娘联手，把没头脑和不高兴赶到屋里关禁闭，那我在这宫里的日子多少还是有点惬意，特别是我跟我的锦汐。你就别管人家小姑娘是不是真心的中意你，你也就看人家小姑娘送给我这荷包啊，上面一个柳叶，绣柳叶的这个底儿还是个星星，更关键的是人家这整个荷包都是一个心形，柳叶一个心，荷包一个心，叠在一起，这叫啥？这就叫心心相印，柳叶和心心。还有人家绣这个柳叶呀，这个柳叶的柳啊跟刘同音，意思就是留下我的心跟他两心相依。咱别的不说，我一看到这个荷包吧，就感觉我们俩那就是陨石状地球级别的爱情。你也是不知道，就这么一个柳叶和心心的小荷包，装了人家小姑娘多少的小巧思呢。反正我是把这荷包藏在袖子里，每天带在身上，那是贴身不离。左右我是想好了，不管以后的日子会怎么着，既然人家小姑娘都送了我这个荷包，那我日后就得豁出命来对人家好。谢娘娘提携。可我是万万没想到，我豁出命的日子这么快就来到。那天吧，是皇上去看端妃娘娘，我就站在门口打了个盹儿。那睡得迷迷糊糊，睁开眼就看见我的锦汐和熹妃娘娘还有静妃在一起。我一看都是自己人，也放松了警惕。说话之间，一来二去，袖子里的荷包就掉在了地上。我慌忙捡起，却被静妃娘娘围着问了几句。她先说这个荷包做的手艺好，又说这荷包上的璎珞打的精巧，最后还问是不是锦汐的手艺。锦汐刚答了半句，就被熹妃娘娘一个眼神给怼了回去。此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就因为我掉出的这个荷包和静妃的这几个问题，就能够把我和锦汐都抓进慎刑司挂在火上烤。可不管慎刑司如何拷打，我都不会告诉他们送我荷包的人是谁。如果两人之中一定要折一个的话，我也不希望把他拉进这场是非。谁知道那日的慎刑司，你怎么拷打也不说出奴婢。这件事托熹妃娘娘的福，最终办的是有惊无险。我回到了养心殿，锦汐也回到了熹妃娘娘的宫里面。但经此一役告诉我一个道理，家人是家人，老板是老板，你绝不能因为打工的时间长了就把老板和家人混为一谈。在我和锦汐深陷慎刑司的日子里，皇上是作弊上官，冷眼旁观，而熹妃娘娘那是在宫里左右摇人托关系，那是恨不得揪着皇上的耳朵让他把我和锦汐放出去。出了慎刑司，我心里很透彻，谁是老板谁是家人，我心里有一本账会清清楚楚的记着。我先是回到了养心殿，面对冷酷无情的老板皇帝，我们自然是要七分假三分真的给他演一出戏。我就先是给他下跪作揖，再感激涕零的深谢他把我们放出去。其实他清楚，我也明白，就算皇帝对我这忠心抗造的老员工确实有几分真情在，但作为老板皇帝，他也随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舍弃你。永远别指望老板能对你真心实意。在皇帝这里演完了戏，没过几天，我就借着皇上赏一品雪蛤的功夫到我丈母娘的宫里去。完毕，赐座。
这一屁股坐下去我就没准备再站起，这个动作就是要实打实的告诉熹妃娘娘，我以后的屁股都会偏在您的永寿宫里。坐下之后吧，我就打发小夏子出去，毕竟接下来要说的话那属于我们钮祜禄家的家族会议。果然小夏子刚出去，熹妃娘娘就说，数日不见你清减了不少。这就是娘娘明打明的在问我，我在慎刑司关了数日清减了不少，这件事我怎么说。奴才如今还是回到皇上的身边，倒也不敢有人说三道四的，只是锦溪那边，我是贱皮贱肉烂命一条，怎么说我都不要紧，我心里最关心最在乎的人就是锦溪。可我这样说完，熹妃娘娘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熹妃娘娘说，公公心知肚明，锦溪会被人说三道四也是因为她在本宫身边的缘故。娘娘这句话就是让我心知肚明，摆不平她身边的敌人，锦溪就永远不会得到太平。换句话来说，为难锦溪的人并不是因为她做错了什么，而仅仅是因为她在熹妃娘娘的身边待着。我想要保住锦溪就得保住熹妃娘娘。可此时熹妃娘娘又说，她说虽然是我一不小心掉出了璎珞才闹出了事端，但好在皇上顾念旧情巴拉巴拉巴拉。后面的这些话不用细听，因为重点在前面的那一句不小心，借着我不小心闹出璎珞事端的人是静妃，所以这句话翻译过来，熹妃娘娘真正的意思是，虽然是我一不小心掉出那枚璎珞让静妃闹出了事端，但本宫一力想保住你们二人，却因皇后无计可施，好在皇上顾念旧情。熹妃娘娘这是在告诉我，皇后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其他人都可以看他们的个人表现，暂且往旁边绕一绕。既然我丈母娘都发话了，那自然是她指哪我打哪，通通有求必应，一力办到。所以我说，奴才一时疏忽，没想到就连带皇后娘娘也上了心，奴才会谨记教训的。你放心，这个仇你女婿我记下了，以后我也是攻打皇后的镇家军，从今天起不要叫我苏培盛，要叫我钮祜禄培盛。那但咱说归说，闹归闹，就算让我改名换姓也不重要，就锦溪，那锦溪那边，我刚进来的时候吧您就岔开了话题，现在你对锦溪的跟我们这个态度我还不知道，于是吧我就又提了起来。那锦溪那边，你放心，有了熹妃娘娘的这句你放心，那就是钮祜禄家族永不为奴，我就是要跟着我丈母娘冲到底。白天呢在丈母娘那表达完自己的真情意，晚上开开心心回家去，回家就看见锦溪坐那给我缝衣服，你说这种活怎么是你能做的，万万使不得。可锦溪跟我说，说我什么都会，但是就是不会照顾自己。哎呀，这小话听了我是真甜蜜，就算为锦溪付出再多我也是甘之如饴。可想想现在宫里都在传宫女和太监对视是一段不正当关系，作为这段不正当关系的主人公，我和他不管走到哪都是受人非议，你说我这大老爷们操脸操皮，背地里不怕被人骂两句，但人家这小姑娘当时跟我就是因为熹妃回宫才不得已。虽然今天一天我把外面都打点完毕，但还是要问问人家小姑娘对我到底有没有真情意，毕竟现在外面传的那么难听，要是人家真的不愿意我就放人家回去。不如咱们断了，不要勉强。可我的锦溪跟我说，现在跟他相关的人除了熹妃娘娘就剩我一个，这句话呢也可以理解为在他的心里除了熹妃娘娘他最爱我。没关系，丈母娘最大，虽然我在他心里排第二，但我还是快乐的。至少从今晚开始我就确定了一件事，锦溪留在我身边那是心甘情愿，而不是利益撮合。我当时看他的时候我就想，不管以后日子如何，我定不让他后悔他今日的选择。能让我把荷包带身上的人只有你一个，接下来的日子意料之外的美，那么多艰难坎坷。熹妃娘娘虽然被夜猫冲撞早产生子，可当晚产的那是一对龙凤胎，那是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熹妃娘娘产了双生子，我又借着这大喜的日子去皇上把锦溪赐给我做妻子。当天我丈母娘刚生完孩子，我是跟她配合的严丝合缝，让皇上不得不下旨。看来跟着我丈母娘混准没错，答应别人的事她向来信守承诺。可就在皇上把锦溪赐给我做妻子的那一天，锦溪让我多留意果郡王府里的动向，还说王爷府里要是有什么事情就提前过来讲。留意我肯定是留意着，但直到熹妃娘娘被册为贵妃，她府里也没啥事儿啊。可在熹妃娘娘的妹妹进宫之后，没过多久，果郡王就跟圣贝勒骑马的时候从马上摔了下来，那是葛家身上摔得又疼又高烧。我想着这应该算是个大事儿了，就借着给皇上带口信的由头，说给我熹贵妃娘娘知晓。那天吧，看似我是去说皇上想跟娘娘午后一起去看六阿哥，其实我是去说果郡王跟圣贝勒一起去骑马，还从马上摔下来了。娘娘客气了，哎，碧姑娘不在。哎，我这个切换是不是特别丝滑，不像是特意安排。幸好，否则他听了可要心疼了。娘娘您坐稳了，我这边高能预警给你，这不是一个好消息。谁知道昨儿午后跟慎贝勒去吃马，那马发了性把王爷给摔了下来。来您宫里站了半天说了一起子话，终于说到我想说的重点。哎，
奴才得赶紧去回禀太后一声，也好叫太后安心呢。先给自己找好借口，这不是说给你听的，这本来是要说给太后听的。怎么没人来告诉本宫一声呢？王府之事自有皇后娘娘打理呢。再给你找好借口，这件事情自有皇后娘娘打理，你不要着急，你不要插手。要是您让皇后娘娘看出你跟十七爷不一般，那皇后娘娘还不把我们给连窝端。娘娘得回六宫，自然也关心王府的事。丈母娘你放心，你再心虚我都能给你圆过去。就算娘娘自个儿不上心，也得为了碧姑娘过问一二嘛。就算事情实在圆不过去，也可以拉阿绿姑娘出来垫底。那天把消息送到了我就走，直到阿绿姑娘过来跟我说她想守着王府住一宿。去就去呗，反正这里面的爱恨情仇看得让人发愁，但谁知道都没关系，绝不能让皇后娘娘发现这里面有猫腻。送了阿绿姑娘到王府，锦汐专门过来交代了有什么事情给她打招呼。这么多人都在关心果郡王，一时之间我有点迷茫，但真有了消息还是得说，不然我老婆该不高兴了。苏培盛劲儿来说，王爷的体热退了。是真相不重要，我就喜欢一报还一报。呸！大家好，我是苏培盛啊。前两天果郡王坠马，熹妃娘娘和浣碧姑娘一起着急，我就在猜这几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今天齐贵人告发温太医，说温太医跟熹贵妃娘娘在甘露寺就做了夫妻，那真是 WHAT 问号。这一来一去，是三个人的游戏突然变成了四个人的悬疑。现在场上的人物是皇上、果郡王、熹妃娘娘和温太医，咱就先不提这中间夹杂着孩子、侄子和浣碧，咱就光说就这几个人凑在一起，不管能播的不能播的都能凑出无数种关系。我丈母娘搁那听的是正经微坐，我在那站着吓得是花容失色。要不怎么说熹妃娘娘能成为我丈母娘，那她现在在这宫里那就是她的草原，她的马，她想咋耍就咋耍，反正这场面瞧着也只能先按兵不动。我是站在那默默吃瓜，连嗑瓜子也不敢嗑出声。可我是万万没想到，我就站在那吃个瓜还能吃瓜吃到自己家。那堂上正说着六阿哥是不是皇上亲生的，齐贵人突然就要抓我的锦汐，还要把我的锦汐送到慎刑司里，必须受够72道刑罚才能够放出去。哇，就郭二家是这个齐老六，我劝你别太荒谬。你们几个在窝里想怎么斗就怎么斗，但牺牲我们家锦汐，我跟你说这事儿不能够。当时我就站出来，我插了嘴，要把慎刑司72道刑罚都受遍了，不死也成了残废了，即便是还人清白，又有何用呢？说这话的时候，我特意看向了皇帝，因为这句话看似是反驳齐老六，其实就是说给皇上听，就是要告诉皇上，这人呢，真要是把72道刑罚都受遍了，关于清白不清白这事儿，那就是再也说不清了。所以皇上您英明神武，您得明白，齐老六这招不是屈打成招，这就是杀人灭口。老奴话已至此，您得看透这点小计谋。可就在皇上没说什么，熹妃娘娘要扶起我家锦汐的时候，那个除了在唱歌，就是在不高兴的安陵容，她跳出来。给熹妃娘娘说为了证明你的清白，你不仅得打锦汐，还得打浣碧，还说这两天没看见浣碧，问浣碧在哪里。倘若他们不受刑的话，只怕姐姐也为难，纵使心疼也只能先忍一忍。他是非要把浣碧和我的锦汐一起送到慎刑司里，那我算是看出来了，现在就是齐老六在前面告发，安陵容在后面拱火，皇后骑着他这一对没头脑和不高兴坐在中间见风使舵。行啊，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在场的所有人除了皇帝，没人真的关心真相是什么，也没人关心孩子到底是谁的。大家的心态大多都是谁绿了谁无所地位，只关心我家阵营里的输出还能不能继续 carry。 既然如此，咱们在这儿齐聚一堂开始输出，那我为了我们家锦汐也得开始突突突。他们要找浣碧，我就说浣碧去伺候了果郡王去。你们要是为了抓奸夫强行把他换回，那这件事要闹得人尽皆知，皇上的面子岂不是过不去？只怕会惊动了王爷和各位宗亲，此事尚未定论，不宜外扬啊。他们要开始滴血验亲，验了之后发现六阿哥是温太医亲生的。当时我的大脑复制机虽然有一时的懵逼，但是我坚信不管怎么乱，只要保住熹贵妃娘娘，那就还有转圜的余地。毕竟之前熹妃娘娘跟我说保住她就是保住锦汐。可就在这时，熹妃娘娘扎破了我的手指，进而发现了这碗水有问题，谁的血滴进去都能够变父子。此话一出，一时之间在场所有人鸦雀无声。我看着皇上小脸吓得通黄，再看看他严肃又紧张的脸庞，我这会儿得赶紧说句话缓和一下气氛，逗逗他，顺便再告诉皇帝，这是一个非常离谱的局，锦汐跟温太医不可能是我的孩子，这碗水就是有问题。温太医与锦汐怎么可能是奴才的孩子？朕知道
你看着皇帝这会儿哈哈笑，但有人敢在他眼皮子底下动手脚，这人的胆子可不小。我缓和了气氛之后，在场的所有人又车轱辘话的开始说，都知道这碗滴血验亲的水是皇后准备的，但他们吵来吵去也没啥结果。免说这么大的罪名，那皇后能随便认吗？但关键我当时看了一下流程卡，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得证明六阿哥是皇上亲生的。我第一次在皇上没有授意的前提下，主动出去换了碗干净的水。咱就是说，哥几个先别吵了，先把流程给走上，弄明白六阿哥到底是谁的。现在只要证明六阿哥是皇帝生的，那我们这锦汐就安全了。而且当时吧，说出去换了碗干净的水，那就是去换了碗干净的水，因为在这碗干净的水里，让六阿哥跟温太医滴血验亲这件事儿，是熹贵妃娘娘我丈母娘自己提出来的。那我丈母娘自己给自己出题，她还会自己给自己出一个死局？所以我当时就非常放心的，真的换了一碗干净的水，就按我丈母娘的思路走，一定没问题。皇上，奴才去换了一碗干净的水，这碗水绝对没有问题。我换了碗干净的水回来再一验，温太医跟六阿哥血不相容，所以证明孩子是皇上的。但其实这把应该是四个人的悬疑局，如果想确定六阿哥是皇上的，那应该把果郡王也找来，把果郡王的血也滴到里面去。但现在我没空理这个把皇上耍得团团转的大型后宫恋爱悬疑剧，我现在就想把瓜尔佳寺这个糗老六挖个坑埋进去。你说你告发你清高，你上来就拿我媳妇开刀。总之皇后坐下这一对没头脑和不高兴都在我记仇的小本本上挂了名，但在宫里主动出击带节奏这种事儿，带不好容易出事儿，为避免弄巧成拙，我们只需要跟在熹贵妃娘娘身边见机行事，毕竟她才是这个宫里的节奏大师。第一波节奏呢，她卡小妹，她明明知道皇上送了真玉娆鸳鸯配，她还让玉娆多多跟皇帝接触，一点也没有想避讳。关键是吧，这个鸳鸯配是纯元皇后的爱物，皇上整天贴身带着，谁也不给她，今天能给熹妃娘娘小妹这个玉佩，那就是想迎她为妃。那个鸳鸯配是纯元皇后的爱物，这就叫有福气。她有福气的日子在后头呢。皇上这话什么意思？我明白，熹贵妃娘娘应该也明白。可就是在这个前提下，熹贵妃娘娘依然是带节奏拼命的推销她的小妹。皇上跟她的小妹相处一个月，一个月之后，瓜尔佳氏就又抄家又落狱又流放。有天下着大暴雨，瓜尔佳氏那个齐老六过来求情了。那天呢，他跪在殿前，是一边求情，希望皇上放过他的母家，一边呢又对着熹妃娘娘破口大骂。当时皇上招呼我过去跟我说，你去告诉瓜尔佳氏，詹念他入宫侍奉多年，只是废他为庶人，不会赐死，让他回去吧。什么皇上念他入宫侍奉多年，所以会赐死？这老奴马上去办。我马上就依着皇上的意思出门，递了个眼神，让侍卫将他乱棍打死，连他的后事我都给他安排好了，乱葬岗999 VIP 贵宾室。忘了告诉齐老六，我特别的护犊子，之前有个唱曲儿的余婴儿欺负我徒弟小夏子，尚且是个死，你还敢惹我老婆？怕是你不知道，我们这种人的职业病就叫你惹不得。处理完他之后，我还专门跟身边的人交代了这件事，别跟皇上说，免得脏了皇上的耳朵。像这种可以杀掉不用忍了，一般要满足三个原则：一、朝中无背景无母家可依；二、皇上厌弃，对他这个人再也不会主动提起；三、宫中无根基，无人会为他的死不着不依。在这个宫里，真相不重要，我就喜欢一报还一报，只要我老婆有需要，这宫里就没有什么事儿是我办不到。你呀，看东西太多。大家好，我是苏维盛啊。说实话，在这个宫里，我早就练就了18般武艺，但这些武艺不会轻易的展示，除非是为了我们家锦汐。就在前两天，我发现我们家锦汐跟我丈母娘在那玩大型后宫坑皇帝仙人跳。这仙人跳有规模、有格局、有深度，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这该是皇帝多么悲惨的一幕。我们家锦汐跟我丈母娘那是真会玩，他们俩先把甄玉娆打扮的跟芭比娃娃似的给皇上看看，看完之后跟皇上说，说这娃娃是个限量款，你买不起，不如你去别家店转转。皇上一听笑了，什么东西我买不起？不就是把瓜尔佳氏一族法办？我现在马上去办。可我呢，是眼瞅着皇上法办了瓜尔佳氏过来，屁颠屁颠的想领限量款，却被我丈母娘告知啊，甄玉娆这个限量款早已卖完，她现在已经进了圣贝勒的家，是圣贝勒的小心肝。哎呀，这事儿闹了，皇上一向最讨厌弟弟没有边界感，现在不仅是弟弟没有边界感，这回连我丈母娘跟我的锦汐都帮着他弟弟连夜截胡他排队买的限量款，这事儿整的真是 barbecue。皇上坐在那连夜一谋，就差进 ICU。这个局要是别人做的我可以不理，但关键是有我们家锦汐掺和进去。那天晚上皇上坐到那一句话不说，哗哗翻书，我躲他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就在这个时候，凭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我觉得当皇帝深夜 emo 时正是我们吹枕边风的好时间，于是我就借口说，皇上您灯太暗了，借着给皇上换灯的机会进了皇上的房间。果然我正换着呢，皇上就跟我说，苏北盛，朕看上一个女子，
想要纳他为妃，他却不肯。开始了，开始了，皇上开始深夜御语，问我这个人生的意义。你怎么看？我搁这等你很久了，就是准备等着指点你。皇上说他看上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应该就是甄玉娆。说他想纳她为妃，她却不肯，这就表明了。虽然皇上知道甄玉娆这个限量款已经售罄了，但他还是很想要。皇上现在问我怎么看，那我就得依着我们家锦汐的意思，让你放弃甄玉娆这个限量款。想说服一个多疑的皇帝的第一条就是你得保持中立。于是我说，皇上，奴才不知道这个女子是何人。开口劝说的第一句话就把自己给摘出去，这事儿我不清楚，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就事论事一老实人，您听听就好。但奴才觉得再好的女子也比不上纯元皇后啊。这句话就是在点皇帝，皇帝您可不能喜新厌旧啊，您还记得大明湖畔的纯元皇后吗？皇上一听果然有点生气，抬起头质问我，问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奴才是觉得作为一个亲眼见证您的感情史风风雨雨走过来的老实人，奴才苏培盛觉得皇上喜欢谁都不要紧，皇上喜欢谁都不要紧，因为您最喜欢的永远是纯元皇后。能替纯元皇后伺候皇上高兴，那才是他的福气呢。就算那女子过来也只是替纯元皇后伺候您高兴，既然皇上您最喜欢的是纯元皇后，又何必执着一个甄玉娆非要她来跟前伺候。换句话来说，这女子是甄玉娆还是甄大少其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的心永远在纯元皇后身上，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分跑。所以皇上您何必纠结一个代替品，您想要的永远是纯元皇后，而不是谁家未出阁的小女。你呀，看东西太多。皇上您过誉了，男人不一定懂男人，但男人一定懂渣男，就您的那点小九九难道我还看不穿。那天晚上经过我的一番开导，皇上放弃了甄玉娆这个限量款，这事儿办妥了，我回家也能睡个好觉。我总是害怕我们家锦汐跟上次一样卷入了什么滴血验亲的生死局，那种局该说不说，生死都在皇帝一念之间，说什么我都不想让他再来一遍。可甄玉娆出嫁之后没多久，先是太后病逝，又是安陵容怀了一个皇嗣，这下只会唱歌和不高兴的安陵容终于是高兴了，但我丈母娘开始不高兴了。且不说那天滴血验亲，这个安陵容非要责打我们家锦汐和浣碧，就说那天滴血验亲当晚，安陵容让她手下的小宫女去报信，惊着了惠嫔的胎，让她生下女儿便血崩而亡，再也没有醒过来。我听锦汐说，惠嫔是我丈母娘最好的闺蜜，现在惠嫔去世，安陵容却又怀皇嗣又封妃，我丈母娘就想在她封妃的封号上加一些小点缀，这不巧了吗？这不就涉及到我的专业范畴了。一般来说呀，封妃的封号由内务府拟定，交给皇帝过目。但听锦汐的意思，我丈母娘好像有一个更好的封号要送给安陵容，让她死也瞑目。于是吧，拟定封号那几天，我就跟我丈母娘约好了，什么时候她来看皇上，什么时候我再把内务府拟好的封号拿给皇上欣赏。藕粉桂花糖糕，入口香甜，皇上尝尝。那天我丈母娘不仅来看皇上，还带了大招给了欣赏。谁不知道藕粉桂花糖糕那是惠妃娘娘沈眉庄的生前之爱，我丈母娘进门就提了这么一杯，一是想让皇帝想起惠妃娘娘的好，二是让皇上想起是谁惊着了惠妃娘娘的胎，让她雪崩不在。这想着姐姐吃着喜欢，便是怀念姐姐了。走进门来瞧一瞧，我感觉我来要硬币的时间刚刚好。内务府拟好了给安嫔的封号，请皇上过目。皇上对这个安嫔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就连给他定封号也让坐在旁边的我丈母娘帮他选定。我丈母娘拿到三个答案，特意帮皇上排除掉两个正确的，剩下一个错误的。最后剩下的那个例子形容夫妻伉俪，夫妻情深，这个字只能用在帝后身上，要么是纯元，要么是皇后。很快皇上也发现了这个字有问题，安陵容只是他的侍妾，怎么能跟他夫妻伉俪？最后我丈母娘凭借一己之力排除三个选项里的正确答案，只剩一个错误命题。这样说的话，那只得是内务府送上来这三个封号都不好，必须回去重新选封号。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罕见的三个人踢皮球大会。内务府选的封号不好，我丈母娘说让皇上指定一个封号，可皇上也懒得选，让我丈母娘想一个算了。我丈母娘说这种事他怎么好做主呢？皇上就把笔和纸扔过来说，你随便写，我随便看，给他整一个封号就算。本来我还以为安陵容这一生一直被嫌弃，定个封号也没人想搭理，但当我看见我丈母娘在纸上写出了一个带鸟字旁的离，我就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丈母娘骂人真是骂得毫不嘴软，能歌善舞，性情又像皇帝一样和顺。这字写出去，当时连不关心安陵容的皇帝都有一丝的犹豫。皇帝满脸都写着我读书少，你别骗我。封妃定封号，说人家是只鸟，这怎么想怎么有点微妙。看着皇帝的些许犹豫，我丈母娘又补了句，她说皇帝都是两情缱绻的鸟儿，这个封号特别好。可皇帝听完还是没有点头，我就跟在我丈母娘后面继续说，皇上，奴才听说皇帝多子，正如安嫔如今怀了孕，这不是多子多福吗？这样说来的确不错，
只有我最了解皇帝的心思，他才不关心能不能跟安陵容两情缱绻，他只关心安陵容能不能生孩子。苏培盛，去传旨吧，再请皇后择个吉期。什么？苏培盛去传旨吧，再送他50只黄鹂。好嘞。出了门到门口，我徒弟还问我是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了。安嫔娘娘得了个好封号，怎么不高兴啊？安嫔娘娘得了个鸟封号，我怎么不高兴啊？去跟雀鸟司说要50只黄鹂鸟，咱们去给安嫔娘娘贺喜。去跟雀鸟司说要50只黄鹂鸟，咱们去跟安嫔娘娘添恶心。这真想看看他见到50只黄鹂鸟的表情。得亏是我丈母娘让我替我们家锦汐出了这一口恶气。赶出去，都给我赶出去！那都是苏公公让人送来贺喜小主进封的。苏公公的意思，许就是皇上的意思。赶出去！我不想听。是我老婆可柔弱不能自理，谁敢欺负她我跟谁急。阉人也是人，说的也是人话。大家好，我是苏伟盛啊。在这个宫里，8条腿的蚊子不好找，800个心眼子的人倒挺多。你也说你心眼多就心眼多，能不能别老欺负我老婆？特别是那个安陵容，别人是心眼多，她是心上长了个马蜂窝。你也说她自己怀了个孩子保不住，就开始琢磨怎么赖到我丈母娘头上，让我的锦汐连坐。我不管你想针对谁，你想拉我们家锦汐下水，你就是有罪。当即就由我丈母娘决定，由我丈母娘牵头，顺势成立了由端皇贵妃、敬贵妃、我卫灵、卫太医共同组成的联合告发土鸟计划。这个计划总共分4步，我就负责第2步和第4步。在宫里这么些年，很久都没有打过队友这么多的团战了。我要是安陵容，我都吓得发颤。那天一大早，我丈母娘就吹响了集结，好在皇后的景仁宫打响了第1炮。那天由端皇贵妃提交政务，告发安陵容通过香药等不法手段恶意争宠。届时再有我丈母娘和敬贵妃在旁边，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打配合，相继引出安陵容有罪，引起皇上注意，点燃导火索。第2步，由我借着皇上的疑心去安陵容的宫里搜宫，找到政务。当时我看他又不高兴的坐在那，我还好心好意说呢：“娘娘别慌，是搜宫而已。”我发誓在0.01秒之前，我是一点恶意也没有。当我说完这句话，人家直接给我来个搜个宫跟抄家似的。本宫知道永寿宫也搜个宫。哎，不是你没事吧？你是不是溜溜没吃少了？那永寿宫唯一一次搜宫，不就因为我跟锦汐那事儿被捅出去了吗？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刻，你替我们家锦汐的黑热搜，你几个意思？风水轮流转，今日也来到本宫这里。什么就跟你风水轮流转呀？你竟敢跟我的锦汐相提并论？你今儿个为啥被搜宫？你心里没点 ABC 数吗？但一想到今儿个我还得完成我丈母娘交给我的任务，于是我决定不与他计较，浅浅的骂两句得了。好日子过了头，好日子做坏事做过了头，坏日子就临头了，死期也就临头了。日子好坏也不是你一个阉人说了算。谁能告诉我他是不是不想活了？先提我们家锦汐的黑历史，再提我身有残疾，连你的主子皇后娘娘见了我也不敢这么着组织语句。你也这么牛逼，有本事你去造太空电梯。咱就是说，当天的我时刻记着身负大业，就算是安陵容这么着怼我，我都没有怼回去，我愣是站在那憋了一句话不说，生生等着他们把证物找出来了我才怼回去。找到了，阉人也是人，说的也是人话。阉人不像你，说的都是鸟语。得了，黎妃娘娘，往养心殿请吧。得了，黎妃娘娘，往阎王殿请吧。此时的阎王殿不是养心殿，正有一堆人在那区分大小王。此时此刻，正有我丈母娘领衔主演，安妹妹好狠的心啊，引出安陵容在束痕胶里放麝香一事，再由卫灵、卫太医验证束痕胶里的麝香极重，确有使龙胎不保之功效。然后当端皇贵妃哭诉安陵容当时意外惊着沈眉庄的胎障，竟和公主失去母亲，就该我上场表演什么叫釜底抽薪。我直接过去打报告跟皇上说我刚刚搜宫的时候啊，那是发现了很多小黑团子，这小黑团子让卫灵、卫太医验，那全都是麝香。就这场面，坐在旁边的皇后想都不敢想，她完全锁定不了，整个屋里全 TM 是敌军。当然了，这个计划还有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就是我要趁热打铁，提醒皇上我把黎妃娘娘给带过来。奴才带了黎妃来，已经候在殿外。趁着皇上还在生气，我偷偷要2个硬币。黎妃犯下这么多骇人听闻的事儿，您得加急处理。我亲眼看见黎妃走进殿里，进去之前她还看了看天，这一进一出怕是生命也走到了终点。可等我再进去之时，发现皇上对安陵容的处理很有意思。皇上对安陵容的处理并不是一杀了事，而是日让人长他的嘴，禁足他一辈子，这算是侮辱但不杀之。皇上对他的爱倒是不真切，恨倒是很有意思。还有我丈母娘，按理说安陵容死不死不过他一句话的事，但我丈母娘却让锦汐过来特意交代说，对待黎妃要有边界感，更要有分寸感。苏培盛说了，延禧宫那里他会照顾得很好。照顾得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不管这个鸟娘娘有任何风吹草动，咱们就得把话带到我丈母娘面前。黎妃说想吃苦杏仁，
古杏柔这事儿可大可小，可生可死。虽然我跟这位鸟娘娘确实有过一些过节，但她性命的去留我不好插手，只能折在我丈母娘手里面。李妃死了之后，全宫上下只剩皇后娘娘一个 boss， 这个 boss 本就血条极厚，打不好要见 moss。 可我们组那个敬贵妃又开启了误伤友军伤害翻倍。当初她抓我跟锦汐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是有点监控器在身上的，现在她又抓到了三阿哥跟英贵人。我不是说她在宫里抓早恋不好，而是她每次一抓到早恋她就瞎告发，让跟她一组的队友那是吃不了兜着跑。就比如说这次她抓到了三阿哥跟英贵人，那她拿到这第一手资料也不赶快去跟我丈母娘报告，就一个人跑到皇上面前说臣妾要告发三阿哥跟英贵人私通，还有三阿哥写给英贵人的情书为证。她这一通告发下来，第一个被处理的不是皇后也不是三阿哥，第一个被处理四百零的是英贵人，接着呢第二个被处理的就是我丈母娘。为什么？因为英贵人这个秀女是我丈母娘的义妹，那个叫浣碧的选拔上来，就因为这事儿，当天我丈母娘的协理六宫之权就没。最后第三个被处理的是果郡王，因为浣碧现在是他老婆，如果浣碧有错，那果郡王也得连坐。敬贵妃这步棋那真是一人贪心累死三军，至此果郡王府的忠心被疑心，我丈母娘协理六宫的权柄下移，皇后跟三阿哥不仅啥事没有，我丈母娘还失了皇上的欢心。但好在我丈母娘确实有点宫斗的天分在身上，她跟皇上因为这件事冷了这么些时间，就马上有一个龙胎来救场。这孩子就像及时雨是踩着点来的，既然这雨都来了，那我的枕边风也得跟上。熹贵妃这两天怎么样？皇上问我丈母娘怎么样，其实就是他想过去看看，又拉不下来面子，只能在这屋里瞎转转。见皇上这么焦虑，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 CPU 的让他更加焦虑，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太医说娘娘脾胃不和，整日奄奄的。太医说娘娘被您气得吃不下饭，整日病奄奄的。娘娘心里头一直委屈着。都怪你让娘娘心里一直委屈着。这也难怪的。这事儿吧，你不能怪他。不怪他，伪朕哟，这是听明白了。哎，奴才不敢。发现皇上听明白之后，我再道歉说我不敢。虽然我总是不敢，但我的话总能说完。然后皇上就跟笼里的蝈蝈似的，不在那好好坐着，他乱蹦。一会儿呢跟我解释说，哎呀，我那天那么问他是事出有因。一会儿又说太多人惦记我这张龙椅，我现在公开见处肯定是大大的不利。最后还跟我来个熹贵妃，我可保卫着呢，我也不想让他受委屈。哎，不是这些话你跟我说干嘛？你也看我想听吗？这些话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跟熹贵妃娘娘说说，再好好的安慰。于是我再次把话题的焦点拉到熹贵妃娘娘，我丈母娘的身上来。说来也怪，怎么这几回的事儿，回回都是冲着熹贵妃来的呢？皇上，我跟你说，你别想那么多，现在就是你的熹贵妃被人针对了，颇有蹊跷。你好好想想里面的蹊跷吧，别老婆被人冤死了还不知道呢。朕不是不知道，后宫实则一团污秽。开始了，又开始长篇大论演讲稿。你也看我的表情，你觉得我想知道吗？接着皇上就长篇大论跟我说，说后宫那些勾心斗角都是女人的事，他就算想清理也觉得犯不上。这个时候你要答话吗？你不要答，假笑一下算了。接着皇上又说了，他之所以不处理皇后，是念着纯元的情分在。还说这回之所以生这么大的气，是因为事涉三阿哥。他最怕的就是前朝后宫瓜葛着去算计他。你看皇帝这回是真的知道错了，对自己定位的自我剖析特别的清晰。你看我现在站在这儿起个头，他就会自我 CPU 自己的。那咱还说啥呀？皇上英明呗。皇上英明。你把朕用的点心送到永寿宫去，让熹贵妃知道朕惦记他。你看皇上现在不仅英明，还拥有较强的自我管理意识。这奴才这就去办。这果郡王的爱如火，差点烧死锦汐和我。熹贵妃娘娘三思，王爷不可如此。大家好，我是苏培盛啊，不是我说，那宫斗必须先砍恋爱脑。你说我跟我们家锦汐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我是终于把我丈母娘护送到六宫之主的位置，将皇后收监。现抬眼望去，我丈母娘在这宫里是一手遮天，只有她能跟皇上肩并肩。我们郑家军现在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卖鱼的，我们已是联合各方势力收复全宫堂口的正规军 Regular Army。可就在这个时候，眼看着宫里太平，日子好起来了，我跟锦汐终于能金盆洗手，踏踏实实过日子了。那个果郡王他真是垂死病中惊坐起，问皇上，你知不知道我跟熹贵妃娘娘的小秘密？就在那天，皇上宴饮跟准噶尔摩格可汗谈生意，晚上呢就跟我丈母娘商量，让他去准噶尔和亲去。哎，本来这件事我在外面听着也是一脸懵逼，但这里面的问题是，当果郡王在外面刚听说我丈母娘要去和亲，他就急头白脸一股脑的冲进去求情。我那是跟着他跑进来跟头流水，我王爷王爷王爷的，我拦不住呀。熹贵妃娘娘三思，王爷不可如此。大
当时果郡王冲进去，我丈母娘都吓得往旁边移了移，我也赶紧看向我丈母娘，眼神示意娘啊，这真不是我没拦住，是我根本没想过他敢直指抗旨直接冲进去。于是我又看向果郡王，果哥，果哥，你来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我是不是跟你说皇上特意交代了让你在门口等飞诏不得入内，你在干什么？但事实证明我果哥确实是个狠人，他进来连说两句话，每句话都以熹贵妃娘娘开头，他先说熹贵妃娘娘三思不可如此，又说熹贵妃娘娘虽然不惜一己之身，可只怕皇兄会陷入不义之地。你这两句连我都听出来了，最后这个皇兄十分多余，你也就是搁这担心熹贵妃娘娘，我得想想怎么给她摘出去。于是我说，哎呦王爷，皇上尚未传召，您是不能进来的。这句话其实有两个意思，说皇上尚未传召您不能进来，就是在最后提醒果郡王一次，您这个闯殿可是抗旨。再者来说，这句话也是给果郡王铺台阶，如果他能按着我的话往下面接，他是不是该说臣弟鲁莽马上出去，他出去之后不管剧情如何发展，那都是皇上跟我丈母娘的两口子戏。可就在这个时候，皇上打断了我的话，不让我给果郡王铺台阶，甚至说果郡王的话没说完他难受，所以让他继续往下说。这时连跪在地上的我丈母娘都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就赶快快给果郡王传小纸条，说这事儿你别管了，本宫都是自愿的。可果郡王呢，我果哥是看不见我的警告，也看不见我的台阶，更是看不见我丈母娘给他递的小纸条，他就听见了皇上让他继续说，他就站在那说的每句话都跟熹贵妃娘娘有关，生怕皇上不知道他跟我丈母娘的关系不一般。熹贵妃为熹贵妃请假，再思念熹贵妃的恐怕也不得相见了。果哥不用谢，这就是皇上听到你的话之后长篇大论的精编版，你这每句话都离不开熹贵妃娘娘，你是不是想造反？但看我果哥说完之后还没有要走的意思，他就是要此时此刻英雄救美的解决这件事，那我能怎么办呢？如果替熹贵妃求情不让她远嫁这件事必须有人说出口，那此时由我说出口要比果哥说出口不知道安全了几个 level。 于是我劝不动就加入，我顺着果哥的话往下说，我就跟皇上说，我说皇上您肯定舍不得熹贵妃娘娘，咱不如再挑一个其他的好姑娘嫁给摩格，这样保全的娘娘也给了摩格颜面。但该说不说，这种话不该我说，也不该此时此刻说，果然皇上直接打断了我的话让我出去。皇上如此多疑，只怕是我刚刚的那句话已经让皇上生了嫌隙，此时我已是尽力只得出去。那总不能果郡王抗旨不尊王离闯，我也抗旨不尊不出去，那话怎么说呢？当皇上还给你讲道理的时候，你最好也给他讲道理。那天我走了之后，听说果郡王还要为了熹贵妃娘娘带兵出征平定准噶。哎，你说这个宫里谁人不知道我果哥是第一风流摆烂王，谁人不知道你整天除了花前月下就是躺，现在竟然锋芒毕露领兵出征就为了我丈母娘。反正那天晚上之后，我的锦汐就跟着我丈母娘被软禁在圆明园里。本来锦汐被软禁我就很着急，生怕是这一盘好棋被果郡王下成死局。可就在这个时候，果郡王又深夜出兵解花轿，他以为花轿里面是我丈母娘，其实那就是一张十亿药方。第二天我向皇上禀报的时候，我都不好说出口。你也说现在这种自杀式自救的人也是世间少有，你也不想想你领兵出征去劫熹贵妃娘娘，你就是劫到了你又能怎么样。那天皇上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发了好大的火，但现在谁发火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们家锦汐还在圆明园被软禁着，现在这个软禁的事儿怎么搞。于是呢，我就联合敬贵妃和端皇贵妃实施三大一小的自救行动，也终于是将皇上说通，将我丈母娘和我的锦汐接回永寿宫。回永寿宫的第二天，皇上就传我丈母娘去了养心殿。苏培盛，奴才在。带熹贵妃回宫吧，去看看你的孩子们，你病了这些日子他们都很想你。从这里也能看出来，甭管到底是因为什么，皇上对我丈母娘还是有着很深厚的情谊。皇上就这么按下不提，放我丈母娘回了永寿宫。当天晚上皇上又开始深夜 emo， 这个夜班我真是没白值，幸亏是我侍奉左右。皇上就跟他问我呀，他说他就这么原谅了熹贵妃，会不会骄纵了他？皇上你看这事儿怎么说呢，什么叫原谅啊？有错才是原谅。那您觉得熹贵妃娘娘这事儿她有错吗？这件事不干熹贵妃的事儿。这句话就是在告诉皇上，您刚说那个情况它不成立，这件事跟我丈母娘根本就没关系，这就属于典型的粉丝行为偶像买单，我丈母娘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是云里的错。怎么不是呢？主要是吧，他一碰上熹贵妃娘娘的事，那真是智商不多，就得坐小孩那桌。他觊觎皇妃擅自出京，大逆不道。不是皇上，咱说归说，那罪名不能老往大了扣。再说了，您这弟弟您还不了解吗？他最多就是一个觊觎皇妃，其他心思他那脑子里面是一点没有啊。皇上，果郡王他不敢背逆皇上的。
反正那天晚上吧，跟皇上聊了聊之后啊，皇上也愿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是升了果郡王的职，升果郡王为果亲王，调出京去夜明关外镇守，无诏不得回京。该说不说，这件事到这儿也就差不多，应该是日子还能继续过，不会再翻出什么风浪了。可就在我又过了3年太平日子，跟锦汐在这宫里顺顺当当的时候，这个果郡王又开始了。那有一说二呀，有时候我真分不清这果郡王是真稀罕我丈母娘，还是他是装的。你也说他稀罕我丈母娘嘛，但他每次做的那些事情就是想害我丈母娘性命。你也说他不稀罕我丈母娘嘛，但他每次稀罕我丈母娘的时候也是豁出性命。就比如说这次，他在雁门关外守得好好的，非要跟他搞什么励精图治，又是个边关治军严明，与将士们同饮同寝，又是上折子跟皇上说，哎呀，春风不度玉门关，戍边的将士和百姓苦寒，让皇上多体恤民情。最后还教皇上如何治国，让皇上在边关重新设立护士，说这样边关的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就在旁边站着，我是真的想不透。果郡王，果哥，你去雁门关外3年，到底在想啥？皇上故意派你去雁门关吃草，你却在那当了3年领导。皇上是让你去戍守边关，不是让你去视察给他的工作把把关。你也这么兢兢业业苦干3年，你想干嘛？你想推翻皇上，在边关开一个白金汉？果哥，我安稳的人生再一次被你打破了。没多久，皇上就召果郡王回京述职。那真是，老婆你大胆的往前走，无所谓出事我会出手。熹贵妃所言甚是。大家好，我是苏伟盛啊。有时候我真是想不明白，我就想跟我们家锦汐安安全全退个休，怎么就这么多阻碍？我就不提果郡王那个被恋爱脑裹挟的宫斗小白，他是3年后回京述职，就等于回京受死。你说皇上好不容易愿意息事宁人，你还整天在边关熹贵妃安，让人伤神。你说你年纪轻轻的，那皇上还能活几年？你就不能再等等，让他含笑九泉？好嘛，你非要作五作六的挑战皇权，最后落得个中毒身死，暴毙同花台，还让我丈母娘伤心过度，从那么高的台阶上掉下来。不过从果郡王之死，我也发现了两个小 tips。 第一个就是皇上再也不信我，那天围剿果郡王的所有传旨都是皇上让我徒弟小夏子去的。小夏子，送熹贵妃去同花台。而当天晚上我在哪儿呢？我正在果郡王府接浣碧和世子进宫去。就立刻叫接了侧福晋和世子，好一家团聚呀。换句话来说，此时此刻我已经不是站在皇上心尖尖上的人了。皇上的心跟榴莲似的，虽然他的心尖尖有很多，但从他的心尖尖上移下来，你就要开始警惕了。因为你这条命在他那有可能只是暂时寄存着，皇上随时都有可能去找老莫，跟老莫说他想吃鱼了。可事情远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果郡王死了之后，侧福晋也跟着去了，我丈母娘就开始找写熹贵妃安的那些信了。其实这些信我知道都是沾杆处那个叫夏邑的捅出来的，但我丈母娘此时去找信，就是摆明了要跟皇上斗到底。而皇上呢，皇上虽然风烛残年，但他身残之间，明明是他说我丈母娘杀了果郡王就让六阿哥当太子，那天下了朝又刻意试探说张廷玉说要去母留子，整天跟他张廷玉说你是没有脑子，你还是不会治国。之前画的大饼不想给就直说，别在那拐弯抹角的说什么母强子弱聘机思沉，我还怕你一道白绫刺下来结束了我跟我们家锦汐的美好生活。皇上听信了聘机思沉之言，会一条白绫刺死臣妾的。要不怎么说跟皇上这种人就玩不得，你在他面前想求一个公平就很难得，他随时都可以撤销他的承诺，而你只能说皇上圣明，你干得真不错。由于双方实力差距实在太悬殊，跟皇上这种人相处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可皇上跟我丈母娘面和心不和之后，就经常出去夜宿，宿了几个晚上就开始躺板板，鲜血往茶杯里吐，一时之间皇上突然病倒，连卫灵卫太医也看不好。但卫灵卫太医看不好病，那这里面的信息量就大的要命。皇上这一病一口气就在9州清苑躺了半年，我丈母娘还特别贴心的吩咐我，让我把写满国家大事的折子送到皇上面前，告诉苏培盛把折子送去皇上跟前，他一定会看。那真是熹贵妃娘娘拿着你的生死簿，时刻给你的生命倒计时提提速。可就在前天，我扶着皇上出去走走，皇上说自己漏风，又看见果郡王的世子元彻入宫，之后皇上回来就发了疯。之前是皇上宣旨不要我，点名就要小夏子，现在是生病了不找太医，非要找夏邑，但这个夏邑就属于老莫2.0。皇上此时找夏邑，我有点不放心，我得留这个耳朵替我丈母娘刺探敌情。方才夏邑来给皇上请安，似乎是涉及娘娘与六阿哥。
娘娘刚刚下意过来给皇上请安，好像是又看出来了六阿哥不是他亲生的。这种事儿吧，咱就早点提示早点说，别又跟上次滴血验亲一样搞得备受折磨。可这次我反应的很快，我丈母娘反应的也很快，很快下意这个人连人带魂都被我丈母娘给处理了。但不知道这次是我丈母娘杀得太快还是没收住刀，下意没了之后，皇上也连人带魂都魂归故里了。这次皇上病倒，我丈母娘拢共就来看过皇上两次，第一次来看皇上出血了，第二次来看皇上出病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个事一定是我丈母娘干的，她跑不了。那我此时此刻要举报我丈母娘来一个大义灭亲吗？这样说的人，你是不是图我的退休金呢？我不仅不会举报我丈母娘，我还会站好我的最后一班岗。皇上一死下了葬，我就能安全退休回家躺。但回家躺之前，我还要用我最后的余热要个一键三连，不是要帮我丈母娘稳住局面。士卒有多尔衮，圣卒有鳌拜，你可别学错了路。这个小哥哥呢，是甄玉娆的老公，也就是我丈母娘的妹夫。而前面这个大哥哥呢，他是恒亲王。你乍一听这个恒亲王好像不认识，好像没在这个宫里出现过，但其实他手里也养着一个皇子，就是那个为罪臣求情的三阿哥那个小傻子。皇上病天之后，大家其乐融融的齐聚一堂讨论谁是储君。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恒亲王呀，是六阿哥他也反对，四阿哥他也反对。选六阿哥的时候吧，他说黄口小儿怎能称帝，选四阿哥吧，他就说怎能听你一面之词。反正就是选哪个他都不满意，他就是想把手里的三阿哥给推上去。你可别推了，皇上给你那个本来就是残次品，请你压箱底。再一平心而论，三阿哥那孩子本就单纯善良，根本就不适合生活在宫里。就在恒亲王和慎贝勒和我丈母娘讨论不休之时，我突然我就说了句：“熹贵妃所言甚是。”是。紧接着我丈母娘就找准时机，踩着这个台阶就登上去。先帝高瞻远瞩，早将亲笔密旨，皇旨故封，住于锦霞内。搁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之后。该说不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四阿哥登基之后我就正式退休了。但我们家锦汐还是十分热爱工作的，一直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拼搏着。其实说起拼也没什么好拼的，毕竟在这个宫里现在能出来跟我丈母娘碰一碰的人实在是不多了。一代帝王的陨落就代表着另一代帝王的诞生，现在我坐在我的宅子里，我是什么都有了，但先帝一辈子所祈求的那些，我甚至怀疑他是否曾经拥有过。可能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很多个老婆本身就是错，但像我们这种人可能也很难真正理解皇帝的生活。毕竟人家不用假不假就能白玉为堂金坐马，阿房宫300里不过就是皇帝的一个家。宫里也不缺白玉床，宫里就想请龙王。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人，我也只想要一些小小的幸福，比如多多去给我们家锦汐买一些首饰衣服。毕竟我们家锦汐现在在宫里混的可是贵妇圈，那身上的穿衣打扮绝对不能跌份儿。好了，我是你脑洞最近微微看剧的喜，咱又一起看完了一个小故事。今天是情人节嘛，希望有情人的能一起开心，没有情人的可以跟着我开心。好了，我要去继续制作安心传了，争取这周五更新。那我们就下个故事见了，关注我，你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视频哟。